事的消息传遍了村落，村里的女人们开始气愤了，领头嗅着寡妇身上的气味，随后一个巴掌便打了过去，紧接着女人们都相继拳打。陷入惶恐，根本听不进他的话。没多久，小孩便被抓去关了起来。屠夫为了表示歉意，要送牛医生一块猪肉，牛医生却指着那块系了红绳的猪肉。这头的牛皆是不知道的，那酒壶内装了两种液体，一半是烈酒，一半是清水，按下开关便能两边切换。此府不称祖国府，是我们先人留下来防御敌人、保护自己的。此时作为村中一员的牛结石却成了村民共同防御的敌人。回家后的牛结石人慌了，他越发觉得自己身体出了问题，可寡妇又给他带来了一线生机，她怀孕了。牛结石得知自己有孩子了，心里感触万分，他也没想到自己会有当爹的一天。寡妇看出牛结石的内心变化，他让牛结石去庙里躲躲，可没多久外面下起暴雨，村里的男人们都光着膀子在雨中起身，本不想出去，可或许是想到自己当爹的好事，他脱了衣服也跟着跑了出去。这下牛结石病倒了，他不知道这场祈福也是医生的计划。大雨中的每个汉子都有替身，他们轮流下岗喝姜汤，只有牛结石傻傻的淋了一宿，本身感冒也不是很严重。牛医生给他做检查，拍光片，拿着片子说没事，却又在他看得到的地方暗示牛结石得了癌症。长此以往下来，牛结石真的觉得自己得了大病，他想起了自己癌症去世的父亲，觉得自己也会像父亲一样死去。折磨牛结石至此还是不够，牛医生还打算斩草除根，要将寡妇肚子里的孩子也剁了。这头的牛结石正在庙里给自己刷棺材，屠夫的儿子将真相道出，全村的人都是在骗他，可牛结石不相信。当小孩说他们还要杀自己的孩子时，牛结石信了，他立马提着刀冲到村里，身后跟着一群熊孩子。来到医院的他看见了自己的光片，自己既根本没病，等他回家时却发现了桌上的堕胎药。此时他明白了，这是一场骗局，自己和儿子只能活一个。就在他愤怒不已时，寡妇走到上了阁楼，看似最流氓的牛结石才是这个村里最善良的人，寡妇不知不觉爱上了他。看着跨上栏杆的寡妇，牛结石急了，他几近哀求恳求寡妇，如果非要二选一，那么他死。最后牛结石将手中的药粉尽数塞进了口中，牛结石无力地爬上屋顶。此时的他不再如从前那般张狂，他满脸语气屋里又卑微。不要再等了，我最多不过长大了。这一夜牛结石如同吸走所有生气，第二天一早他便拖着自己的蓝色小棺材挨家挨户的告别，他将自己曾经偷来的物品一件一件悉数归还。此时村民竟然都走了出来，牛结石跪在地上哀求他们放过寡妇。